帽子。对，我们很有默契。我发现你真的是与众不同哎，你对音乐有更多的认知跟投入。我一直以来其实都对音乐有一个热情嘛。对。那我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我刚来到台湾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发专辑，对，希望做喜欢做的音乐，而不是流程多发展。对，不小心演的偶像剧。对对对。但是也非常，对，也是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啊，然后也跟其他三位一起站在台上。是，现在他是以 band 以乐团的方式，对不对？你的 band 是什么样的 style？ 跟大家介绍。Oh, we are one size fit all， 我觉得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对，因为我们其实就像刚刚听到的那个 Julia， 她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band member。你说我们的吴卓源，对，他也是你们的团员。对，他其实是我们团员的每一朵花。哦哟，在这么多杂草里面，万绿丛中一点红啊，会不会用成语？哇，真的，原来你也是他们的团员啊！对，哇，这很省钱哈。对，超省钱的，你知道？就一场记者会要搞定搞定上。那你那也要上来伴奏吗 ？OK。本来是分开邀请的，后来才知道哦，省了一个人的旅费，还是有赚到啊，你还是有省下来。Anyway， 这个你会带来什么表演？因为你知道，前后都是高手嘛，不对，还有很多没公布的啊。我知道。其实我觉得就是比较 carefree 嘛，我觉得我这次来表演就是一个自由随性的一个模式，然后我觉得玩音乐就是要开心，然后自己在舞台上爽，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你的娱乐，然后你的你知道的兴奋，然后就是把你的精神也打动给大家。对，就算我不是说超厉害或者是怎么样，虽然我有这个怎么说诚意，去让大家一起感受我的音乐，在一个不一样的模式，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。OK， 可是你过去有参加过春浪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就是春浪的第一次。那户外其他的那种音乐节呢？其实接下来之前有参加过吗？我去春浪之前会参加一个在德州。哦，以前是参加美国的。对 ，South by Southwest。所以我们华人的这种户外音乐节你是第一次参加哦。是的。OK， 谢谢你啊，这个户外的表演性的春浪哈，你的领子后面是故意翻起来的吗？还是没穿哈？应该没穿。OK， 帮我那帮你处理一下。对，我就一直在眼睛，我想要帅到底。OK， 好，你今天就很阳光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天气低温，我今天超不想起床，我跟你说。真的吗？我已经睡了8个小时，然后一直在赖床，因为这好冷哦。对呀，这几天都这样，而且又地震啊。对，你会怕地震吗？这样会摇到。在摇的时候，我觉得越摇就还可以，这样还可以吃。然后越大的时候，我才 OK 要起来。还是赶快。对，确实这个，其实摇滚人每天自己在台上也都在摇嘛，是，你也就习惯了，对不对？没在怕的哈。对，好，期待 Vanessa 的表演。我们先让大家拍几张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待会来再欣赏你今天的演出。好，谢谢 Vanessa 这个华人音乐圈很重要的一位艺人朋友，然后呢，热爱音乐，带着他的团员，现在呢要来春浪团员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会带来不一样的吴建豪，同时也会把他自己的音乐态度呢，在户外音乐节好好的表现一下，请大家支持我们今天第一波的卡司名单。虽然有些艺人朋友不客前来，但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蠢蠢欲动要买票了，预售票赶快先在今天赶快到友善的狗官网，我们会抢先的来开卖。好，中间再招呼一下，你要弹一下，假装是的这个，假装这个弹 guitar 那个人。等一下就有了，那你的 member 要就位了吗？团员，来，一起来，好，再次欢迎吴卓源，好，有度哈，我想过去大家对他很熟悉啊，在这个偶像剧里面可圈可点，但现在的他不一样啊，特别热爱音乐，而且呢自己也苦练吉他，然后呢苦练嘻哈啊，早在这几年呢，这个许多表演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，但这次不一样，因为是在垦丁，在我们春浪。那么再次跟大家分享啊，重返垦丁，然后回到那个20年代的 style， 我老灵魂吧。哦，老灵魂，好，我们欢迎老艺人啊，不，老灵魂，经典艺人，经典艺人 ，OK。我是老艺人，那你是？我是吃资深艺人。那沈光远老师是古董级，他是老板，古董级的艺人。我还有你的黑胶唱片呢、啊，沈光远哥。哎呀，他的黑胶可贵的嘞，真是。好，我们。
们现在请台上的几位慢慢来，不着急哈，没事没事。好的，请大家期待 Hold 久定 on day 哈，好久成卧底啦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还是很抱歉，有些艺人不客前来哈。刚刚提到顽童，也是号召力很强大，巨蛋等级的歌手也会出现在我们垦丁春浪啊，是吧？还有金曲得主葛仲珊呐，啊，金曲奖得主啊，还有一些还不能公布的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签约是吧？不，还没签约。哇，你讲得好直白。因为通行证的关系吧。这个要问老板，老板每次都这样啊，他都卖关子，他连我都不说哎，我都不知道后面还有谁。他的卡司一定会很强大的啦，请期待，好吗？我们光宇哥这几天没有下来。哎，不会的，不会，我们运气都很好啊，天气一定会很好。好的，在过去的2006年开始的10年累积，暌违2年，垦丁春浪回来了。来，我们现在，哎，你的团名叫什么？我刚没讲。舞台叫武当啊，是吗？其实我们还没有想到。你们没有取团名，好随性哦。But that's Wu Tang。还是你们就叫春浪？我们欢迎春浪大乐队。听起来好像好像庙会前面的搞不团呢，自由放。你介绍一下吧，你的鼓手是？鼓手来自叫 Will。Well done。Yeah， OK， good job。吉他手是白巧克力 James Carey。 James Guitar and Bass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来，自己讲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。 Andrew， 哇，你是外国朋友啊。他其实我在台湾认识的。OK， 好，然后再来 Keyboard 手。 Keyboard 手 Again， 吴卓元。 Julian Wu。好，还有吴卓元、吴建豪啊，这是吴氏宗亲会的概念。所以是武当嘛？呀，武藤，武藤。好，你冷静，你冷静，你乖。武藤，就说上台不要喝酒嘛。不行啊，没有他没有，我乱说的，他没有。OK，Ready， 武藤，武藤，武藤。好 ，Alright， I guess we're good。好，歌曲的名字是啊 ，Music Won't Hurt Your Body。什么 ？Music won't hurt your body， 这是我专辑名字。Very good， 音乐不会伤害。Check All right。My phone check。这个灯不用太亮。好，灯不用太亮。好。All right。气氛。Here we go。老板，我们。Music won't hurt your body。Come on。收一下，帮我们收一下哈。Hashtag MWHYB 呀。再转过来啊！哇，看到。